我们先来学习第一部分，舌诊概论。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四诊。望诊呢，就是用我们的眼睛，也就是我们的视觉来观察人的气色形态，来确定疾病的方法。闻诊呢，就是通过鼻子，也就是嗅觉，还有耳朵、听觉，来辨识疾病的方法。问诊则是通过口舌语言来询问患者症状感受以及既往史、家族史等等。切诊呢，主要是指切脉或者是切腹部，或者切身体其他的部位也就是用手指也就是利用人的触觉，在相应的脉管或者部位进行感受它的软硬程度从切脉来说呢感受这个脉搏的这个力度、频率等等，或者呢触诊其他身体部位来感受其温度、硬度以及结构的异常这种探究疾病的方法，也就是你诊断疾病的这个高低它与你的这个感官知觉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像我们 PPT 上显示的视觉眼睛要好，嗅觉听觉你最起码你不会有嗅觉下降或者是耳聋等等问题，这个都会干扰你的对于这个信息的判断，以及触觉你如果你的触觉不灵敏或者手指麻木等等，这个就会形成相当大的一个阻碍。那么我们中医四诊为什么要把望诊排在第一位呢？这是有很深刻的道理的。我们东方人的习惯，我们要把最好的、最重要的这一种要放在第一位，要居首首领领这个首头所以他要把头的。所以为什么中医要把望诊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在古代有一本书叫做《难经》相传为扁鹊所著。在《难经》里面有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公，切而知之谓之巧。所谓的圣、公、巧，它都是指的凡人的这个层面，而望而知之谓之神呢，它是指的神灵的这个层面，就是说如果你把望诊掌握好的话，那就可以登峰造极，和天上的神仙来相互媲美。在《伤寒杂病论》之中也曾有上宫望而知之，中宫问而知之，下宫脉而知之之说所以古人对望诊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评价所以他们要把望诊放在头一位。还有我们的视觉优势，我们用眼睛看着走路就会非常的顺畅和快捷，如果你闭起眼睛来单靠你的听觉触觉摸黑走路，那会非常的缓慢和困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的视觉要比其他的感觉存在着很强的优越性，这也是望诊居首的必然性。脉诊呢，只有很多年的实战经验一个足够多的一个切脉的一个实践，才能够逐渐的掌握。但是呢，即使是中医名家，对于同一个患者来切脉来说，他们往往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切着脉像是一个紧脉，有的人呢就感觉是个弦脉所以说脉诊是它的掌握是非常的困难的就像王叔和所讲的，说是个脉诊心中一了指下难明就是这个意思。普通人是更难以掌握的也很难理解，而望诊则不同。舌苔的厚薄，舌质的浓淡，
津液的多少，啊，舌体的圆缺，一目了然，不需要经过特殊的训练，就可以一看便知，啊，一望便知，一学就会。舌诊是望诊之中最重要的一环，啊，就像史铁生《敖氏伤寒进京录序》中所讲的一样，诊断之道，欲知其内者，当观乎外；诊于外者，思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必醒诸外。古人谓望而知之谓之神者，非只望其面色而已，凡舌苔毛发筋骨齿甲之类，俱包括于望字之中，但望色不及眼舌。在傅松元《舌苔统治序》中也曾有，盖舌为五脏六腑之总使，如心之开窍于舌，胃咽上接于舌，脾脉夹舌本，心脉系于舌根，脾络系于舌旁，肝肾之络脉亦上系于舌本。夫心为神明之府，五脏之主，胃为水谷之海，六腑之源，脾主中州，四脏赖以灌溉，是以脏腑有病，必变现于舌上也。故舌辨脏腑之虚实寒热，由气口之辨表里阴阳，无论外感内伤，以查舌为自有凭。这里指的气口就是指的脉诊。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舌诊的原理，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舌来诊断我们全身的疾病呢？在《黄帝内经》中指出，我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人体虽小但有宇宙之象，啊，所以《黄帝内经》中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也提出了，啊，这种思外揣内的，啊，也就是观其表以知其内，就像刚才所讲的史铁生所讲的那样，啊，有诸内者，必行于诸外。在《黄帝内经》中有关经络的描述，我们五脏六腑都有经络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连接着我们的舌本，啊，也就是我们的舌头，所以脏腑如果有问题，都可以这种病理的信息可以通过经络反映到我们的舌象上面，这就是舌诊的一个基本原理。比如说我们的手少阴之别，细舌本，手少阴呢就是手少阴心经，啊，肝者筋之合也，而脉络于舌本也，肝经心经都是络于舌的，脾足太阴之脉，上膈夹咽连舌本散舌下，肺手太阴之脉达咽喉与舌根相连，肾足少阴之脉入肺中循咽喉加舌本，足太阳之筋，其支者别入结于舌本，足太阳就是膀胱经，手少阳之筋，其支者当取夹入系舌本，手少阳就是三焦经。所以我们从图中可以发现，心肝脾肺肾以及任督二脉三焦经等都有经脉直接或间接与舌本相连。那么我们为何要学习舌诊呢？生活之理及中医之理，凡视之愈发者，必有其先兆之应。望月之盈缺，知潮之涨退，观云之浓淡，晓天之晴雨，占星斗之运转，明四时之吉凶，察人之气色与胎舌，可现脏腑之安样，疾病之由来。是故人身诸病已发或愈发者，亦必有外应于人身也。盖有诸内者，必行于诸外，或舌或脉或人体诸部位，皆有应验之机，此一定之理也。我们的五脏六腑不能直接的观看，但是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想一想，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从结构来说，它们大部分是由黏膜组织和肌肉结缔组织构成。那么我们的舌头也是
肌肉与黏膜和结的组织构成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分布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大部分脏器都分布在腔性的环境下，比如说我们的脑，它属于奇行之腑啊，它居于颅腔之中。我们的心肺呢居于胸腔之中。我们的肝胃大肠小肠脾肾膀胱等等分布在这个腹腔之中，包括女子胞都分布在腹腔之中，也就是我们的脏腑都分布在腔性的环境之中。那么我们的舌头分布在哪里呢？它分布在口腔之中也就是我们的舌头与五脏六腑它的结构组织以及它的居所环境都是非常相似的。可以这样讲，舌头是我们唯一能够看得见的内脏器官，它与我们的内脏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是我们学习舌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理。在清代杨云峰《临正验舌法》里面曾说，舌者心之苗也，五脏六腑之大主，其气通于此，其窍开于此者也。查诸脏腑图，脾肺肝肾无不系根于心，和诸经络考手足阴阳，无脉不通于舌，则知经络脏腑之病不独伤寒发热，有开可验，其凡内外杂症也无一不成其形，着其色于舌。据舌以分虚实，而虚实不爽焉；据舌以分阴阳，而阴阳不谬焉；据舌以分脏腑配主方，而脏腑不差，主方不误焉。危急疑难之亲，往往正无可参，脉无可按，而唯以舌为凭。妇女幼稚之病，往往闻之无息，问之无声，而唯有舌可验。在清代张登《伤寒舌鉴》里面也曾说，盖邪气入里，其虚实寒热之机必陷于舌，非若脉之隐而不显也。况阴盛隔阳与邪热郁服，多有假证假脉，唯验舌上胎色之滑燥厚薄，招若冰剑，无所遁形。清代梁玉于《舌鉴辨证》也说，辨舌叫正脉稍异，脉隔皮而脉而舌无皮也，寒脉不变，热脉多变，而舌色则不乱也。切脉平直，摄于恍惚，而观舌平目，尤为昭著也。脉动之源根于心，每刻心跳若干次，则脉动也若干次。以脉掩心病颇浅，以脉掩他脏之病每一混乱，为舌居肺上凑里，与肠胃相连，腹中有元气，熏蒸酝酿亲切，显露有病与否，昭然若揭，也确然可视。小病以舌脉参判，久病及略重之病，脉有时不平者，则当舍脉平舌，切勿拘止脉象。这一些说法都表明舌诊的重要性尤其是须当指出的梁玉于所讲的脉隔皮而舌无皮也。刚才我们讲了切诊，它是通过我们手指的触觉来进行感受的。那么我们的触觉是如何来的呢？是我们皮下深层的神经感受器所导致的所产生的那我们的神经外面包绕着肌肉组织以及我们的表皮真皮，也就是这种数层的这种皮肤的包裹，它会减弱或者是影响信息的这个传递也就是这个敏感性。那么我们的舌直接就是个黏膜组织它没有皮肤的这个隔阂，所以在诊断疾病起来诊断起疾病来呢就更加的直观更加的明显也就是昭然若揭无所遁形。那么肌鞘舌诊在继承传统中医舌诊的基础之上经过大量的一个实践，我们可以这样讲，只要是中医现存的各种
诊断方法都可以用舌诊来进行代替或者是补充作用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八纲辩证、三焦辩证、六经辩证，也就是《伤寒杂病论》之中的一个辩证方法啊，以及脏腑辩证、舌脉啊，也就是脉诊、腹诊、脊诊、胃气营血辩证等等啊，都可以通过舌象来进行替代或者是弥补作用。也就是说，你用这一些诊断方法能够诊出来的疾病，我们通过舌象同样也可以诊断出来。舌就像一面镜子，全方位地反映了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阴阳之盛衰变化。舌诊就是通过对舌形、舌质、舌苔、舌络，也就是舌下静脉啊，以及舌纹、舌诀、舌位、舌叶和舌的神态等观察，来确定疾病的病位、病性，以及确定治则治法的一门学科。舌诊适用之广，广之无再大，故不难领悟古圣先贤为何以望而知之谓之神，望而知之为上医的说法啊，也是为什么把望诊要放在第一位。其望而知之者，其法最速，效率最高，信息最全，百法所莫能及者。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望舌辨八纲辩证。八纲辩证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辨阴阳表里、虚热虚实寒热这八种，也是中医辩证中最基本的辩证方法。那么我们首先看阴阳。凡查舌以手来试舌啊，滑而软者其病属阴，粗而燥者其病属阳。阴虚阳盛，舌必干燥；阳虚阴盛，舌必湿滑。再有呢，舌体的运动灵敏，颜色鲜艳明澈为阳；舌体运动呆板僵硬，舌色晦暗污垢为阴。这是阴阳之辨。表里，表里呢，如同辨伤寒与温病。胃分啊，气分它是属表的，营分、血分是属里的。那么呢，舌苔它是主表的，它是主气分和胃分的；舌质是主里的，它是主营血的。寒热，舌苔黄为热，舌苔白为寒。如果舌生芒刺啊，芒刺鲜红为热啊，结热甚也；燥烈的为热，滑润者为寒湿。舌苔黄啊，若舌中苔黄的为胃有热啊，若黑燥的为大热。虚实，病之虚实啊，也可以通过舌象来进行诊查。比如实者常见于老舌，其舌必尖脸而苍老；如果虚者呢，多见于嫩舌，其舌必浮胖而娇嫩。另外呢，舌体的高凸为实，凹陷为虚，这是指它的功能所来说的。比如舌尖凹陷，它属于心的一个亏虚；舌中凹陷呢，属于脾胃的一个亏虚；舌根凹陷则属于肾虚；两侧高凸呢，属于肝气盛啊，肝气上亢等等。我们看一下舌诊来辨伤寒六经病，也就是六经辩证。我们这有四张图，分别是太阳病、少阳、阳明、太阴病等等。在《伤寒舌鉴》中有记载，伤寒邪在皮毛，初则舌有白沫，次则白涎白滑，再次则白泄白泡。在太阳经则头痛身热，项背降，腰脊疼等等。在少阳经者则白苔白滑，用小柴胡汤和之。白苔中红舌，此太阳初传经之舌也，无汗者发汗，有汗者解肌，也有在少阳经者小柴胡汤加减。也就是说，舌生白沫为太阳病的表现，随着舌苔逐渐的增厚，舌质逐渐的变红，就是从太阳传入了少阳经的这个表现。
若舌苔变黄，则入了阳明经，如果是微黄的时候，也可以在少阳经。黄苔者，理正也。伤寒出病无此舌，传至少阳经亦无此舌，直至阳明腑时，胃中火盛，火盛土胃，故有此苔。我们知道阳明是指的是脾胃，脾胃是土，它的在五行的颜色呢，它是属黄色的，所以这个黄苔，它是阳明理正的表现。白苔变黄舌，少阳正罢，初见阳明理正，故苔变黄色，兼使气者，大柴胡汤和之。这个大柴胡汤呢，也是少阳、阳明病合并的一个方子。在张仲景中《伤寒杂病论》里面也有，舌黄未下者，下之黄子去。那么大柴胡汤呢，就是一个下法的一个方子，这个没降色苔者，为寒伤太阴，这就属于太阴病了。时停胃腑，舌见降色，降色呢就是那种棕褐色，就是在黄色继续的加深，然后出现了一种类似于黑颜色的这种状态，就是降色，就像我们吃那个甜面酱黄豆酱那种颜色一样。如果舌全紫如煮熟者，为热邪传入了厥阴，用当归四逆汤。这呢就是厥阴病的一个舌象这是舌象辨六经病的一个方法。那么舌象还可以辨温病，温病的常见的有三焦辩证法胃气营血辩证法。在温热论里面曾说，舌白而薄者，外感风寒，当疏散之；在黄苔不渗厚而滑者，热胃伤津，有可清热透表。舌苔呢是主的气分，舌质主血分、营分，如果苔白是在胃分，志当疏散；如果苔黄呢，是在气分，志当清洁，比如咽鞘散之类的。再论其热传营，其色必降，降深红色也。初传降色中，兼有黄白色，此气分之邪未尽，泄胃透营，两合可也。再有热传营血，其人素有瘀伤素血在胸膈中，夹热而团，其舌色必紫而暗。所以呢，舌色的绛红与暗紫是热如营血的表现。那么这是舌诊辨温病、胃气营血辩证。我常讲，有其脉便有其舌，有其舌就有其症，有其症则用其药。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舌象，通过舌诊，可以和脉诊进行替代或者是弥补补充作用。当然他们也可以舌脉相参。首先我们知道舌诊和脉诊它有很多的相似性，有很高的一个相似性。比如说我们的脉分左右，而我们的舌它也分为左右，我们的舌正中沟把舌分成左半部分和右半部分。这个脉呢，左以后左，右以后右，我们的舌也是如此。脉呢分为寸、关、尺三部，我们的舌呢也分为上、中、下三部。即上部为天，应上焦、心、肺，也就是两个寸脉。我们的左寸为心，右寸为肺。我们的舌呢，上焦部分也是后的是心肺。中部为人，应中焦的肝脾。我们的从脉诊来说，我们的关脉左边的是肝胆，右边的是脾胃。而我们的舌中部分，中间也是脾胃在它的两侧也是后的是肝胆。下部为地，应下焦、肾与命门。我们的脉诊两个尺脉，就是后的是肾和命门。那么我们的舌根部位，也是后的肾与命门。舌中凹陷的话，其关脉必虚；舌根凹陷，其尺脉必沉；舌尖高凸，脉必上越；舌红而脉硕，舌白而脉迟；舌苔厚腻，脉必坚滑；舌两侧高凸，脉必坚弦，也就是肝气盛的表现。所以舌和脉
是有很高的一个相似性的。在诊断方面，他们只是这种密码的不同。比如说以宰舌象上，它反映的是表现的是以舌色的红白紫等等为表现，或者呢舌形的胖瘦高凸凹陷为表现。在脉诊上呢，它是以脉的一个宽细力度的强弱，脉率的一个快慢为表现。它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但是它对于疾病诊断来说可以说是一样的啊，所以叫做舌脉相应。另外呢，舌诊可以诊断，可以代替呢脊诊。脊诊呢，就是用手来触摸脊椎，来看它有没有啊这个椎体的位置的偏移，或者呢脊椎有没有侧弯，这是我们通过手来进行的脊诊。另外呢，这个脊诊啊，拍 X 线光啊，它也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一个脊椎的一个状态，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的舌正中沟，其实就是我们人体脊柱的一个反射区，所以舌中线的前端看的是颈椎，舌中部看的是胸椎，舌根部看的是腰骶椎啊。如果舌中线不正，脊椎必然不正，舌中线偏曲呢，它的脊椎也必然是侧弯的。舌中线如果是左偏，它的脊椎也必然是左偏的啊。这是一个利用舌诊来诊断脊椎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小视频，我们看这个它的一个脊椎，它的一个走势和它舌正中沟的这个走势是一模一样的。还有我们右手边的这幅图啊，这是患者的一个脊椎，它是一个脊椎侧弯的，这是它的一个舌象舌正中沟，它的偏曲的角度是一模一样的。据舌正中线改变可知脊椎病变之阶段，或者在颈椎，或者在胸椎，或者在腰骶椎，截不出舌象之外。我们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学生。如果舌尖部啊出现了这个高凸的这一个样子，这种表现，这个往往都是有这种富贵包。这个呢，我们知道舌尖部它是代表颈椎的，如果这凸起来一块啊，这代表我们颈椎也是凸起来一块的啊，往往都有颈椎富贵包啊，也就是颈椎大椎穴这一块有很厚的这样一个组织，一个增厚的这种组织啊。舌诊呢也可以替代腹诊。这是左手边的图，是日本一个流派的一个腹诊的一个图啊，他画的是一个肚子啊，但是他画的和一个舌头差不多。通过他的腹部的部位，比如说这里是心象啊，他这一个弧度就是肋骨，是一个肋骨的形状，上面是肋骨，这个呢就是全腹。他根据不同的部位，他的一些压痛啊，或者是一些肌紧张、肌肉松弛等一些特点来诊断相应的这个脏腑的问题。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舌头，它的一个脏腑的一个定位和它的腹诊也是一样的，它的心象是心，我们的舌尖是心，然后它的两侧是肺，我们的两侧也是肺啊，然后它的中间是胃啊，然后两侧是肝胆，然后下面是肾，这和我们的舌诊它的分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舌头完全可以诊断它腹部的问题，比如说舌中的凹陷，它起腹必软啊。如果舌中高凸呢，它起腹部它的腹肌也是比较紧张度增高的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舌体的解剖与反射区。舌体的解剖呢，就是舌它的基本的样子，还有它的一些生理结构。我们
最重要的是了解它的舌乳头，也就是舌头上它有很多的这种小点点，有舌苔啊。这我们看到的舌苔它其实是丝状乳头，是丝状乳头所导致的啊，所产生的。丝状乳头呢遍布舌面，其靠近舌中呢比较多，靠近舌边比较少啊。还有呢叶状乳头，它主要是分布在两个边缘啊。我们人类的叶状乳头呢它是退化了，它数量是比较少的。如果它的舌边形成这种裂纹，与这个叶状乳头有很大的关系啊。还有菌状乳头，也叫做蕈状乳头啊，因为蕈和菌它都是指的小蘑菇啊，就是它的形状像就像一个小蘑菇，它是在我们舌面上这种较大的这一种啊小点点，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星点啊，也是我们所讲的无论是回点还是尾泡还是淤血点啊，以及啊我们可能都听说过的草莓舌，就是舌头上一个小红点一个小红点的那个红点，就是菌状乳头，也叫做蕈状乳头啊。还有一个轮廓乳头，轮廓乳头一般位于舌根部啊，舌前部是没有的，位于舌根部，它是我们舌头上最大的一种乳头。一般的呢在舌根，有它的数量是不等的，有的少有的多啊，有的十来个有的四五个，这个都是不定的。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伸舌一般是看不到轮廓乳头的，或者呢看到的也是比较小的，然后它的颜色呢比较淡红的。如果你看到伸舌呢看到它的颜色比较红，然后体积增大了，这呢就是舌乳头的一个病理的状态啊。我们看这右手边是一个猪的舌头啊，我们看的舌根部这种最粗大的这一种就是轮廓乳头，当然这个猪的这个轮廓乳头啊要比我们人类的要多得多啊。我们看这个舌的舌底部和舌的侧面，舌呢是一个肌性的器官啊，它表面覆盖有黏膜，我们的一个各种乳头都是生长在这个黏膜上面。在舌体里面它有一个舌下腺，也就是分泌唾液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它的舌根部有这个舌腺啊，舌尖部也有这个舌腺啊。我们看它的这个横纹肌啊，这个上松肌下松肌，它把两个舌腺就好像是连起来了，就像是一个心肾相交的一个样子啊。我们舌根部啊，它有这个液体啊，这个腺体嘛，它里面都是液体，分泌液体的，分泌唾液的啊，它就像是一个肾水一样。舌前部呢也有液体啊，它就像那个肾水，有那种水火既济，对吧？啊，心肾相交，水火既济，所以这个心的这个反射区内也应该是有液体的啊。其实这个生理结构也暗藏着我们中医里面的这一个奥秘啊，因为我们中医理论它是一个最天地之间最根本的一种理论，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么一种理论啊。我们看舌底呢，舌底呢主要是看舌下络脉啊，一般的有两条舌下络脉，它的颜色呢应该是不会发生曲张，或者是暗紫、黑紫，或者是出现一些瘀斑、瘀点等情况啊。这个呢是我总结的，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个脏腑和骨骼的一个全息图啊，也是2017年我第一次然后把它制作出来的。其实我们的舌头它就是一种全息状态，说到全息状态呢也并不完全是一种全息啊。我们首先看呢我们的舌尖部有舌正中沟的顶端是鼻子啊，然后头脑，然后鼻子两侧是眼睛，然后眼睛再两侧呢是耳朵，然后鼻子的下面是咽喉部，然后甲状腺的部位，气管、食道啊、
颈椎这个区域，然后支气管，两侧呢是肺部，两侧的上面啊，也就是肺胸廓的上面是乳房，然后心脏在两肺之间啊，也是我们舌前部与舌中部连接的部位，稍微的靠中间偏右一些啊，它在舌上是偏右的，这我们人体呢啊是在左侧，但是在这个舌象上面是我们这个患者的这个右半边啊。然后呢下面是胃、胰腺，然后大小肠、肾脏、子宫、卵巢啊，也就是泌尿生殖系统。我们两侧呢都是主肝胆的啊，都是主肝胆的。再有呢，我们的舌边的边缘，它是主的是我们四肢啊，这也是我在临床发现的啊，有很多这个肢体劈痛的这个患者，他会表现在舌边的部位啊，在我们本次课程中呢有大量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的靠近舌尖部是肩关节啊，肩部，然后肘部、腕部、手部，然后下肢部也有胯部、膝部、足部啊，这是一个脏腑的一个反射区。另外还有骨骼，骨骼呢其实就是和脏腑是一样的啊。我们了解了舌正中沟代表的是我们的脊椎啊，颈椎、胸椎、腰底椎，然后舌根呢代表的是我们的盆骨，舌的两边是四肢骨，和我们的前面讲的四肢是一样的啊，上肢骨、下肢骨。然后胸廓部位，也就是我们肺的部位外面啊，它是肋骨，包着我们的肋骨。然后在肩关节啊，稍微靠里一点，这是肩胛骨。因为我们发现了有一个肩胛纹、肩胛线，它代表着我们的肩胛骨的疼痛，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部位啊把它设定为肩胛骨的一个反射区啊，这个今天呢我们都会讲到的。这呢是一个人体气机的一个升降图。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听说过一个说法啊，叫做左升右降。我们人体呢就是左升右降，肝气升于左，肺气降于右，是吧？那么这就是一个左升右降的一个表现。那么或者同学会问，这个左升这个箭头为什么向下呢啊，并且它也是向右的啊，它是向左的啊，对于患者来说呢是向患者的右，这是患者的右啊，这个右降为什么箭头是向着患者的左侧呢啊，并且是向上的呢？因为我们舌是一个倒置的一个人，我们刚才看那个反射区我们知道了，我们舌尖是头，我这个左升是朝哪升呢？是从我们的左下部向我们的左上边一直升到头，所以在舌象上的表现，这箭头就是从舌根升到舌尖的啊，因为它是一个倒置的人，我们的降呢也是从头降到舌根部的，所以这是一个在我们舌象上面的一个左升右降图啊，因为它是和人体是相反的，是一个倒置的人。这呢是一个八卦的术数方位图啊，就是通过易学八卦它的一些比如说万物类象，它可以判断你的家庭成员，比如说震卦为长子啊，坤卦为母亲，乾卦为父亲啊，可以判断你的父母他的一个身体情况啊，或者有没有早亡呀等等。如果你的母亲如果少年早亡的在你少年早亡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凹陷，一个巨大的凹陷。如果你的亲生母亲他病逝啊，是在你少年或者离婚或者病逝啊，它就会形成一个凹陷。如果你的父亲啊再给你找一个后妈啊继母，它呢就会在这个凹陷的基础上再长出一块来，再多出一块来。那么这个呢就是通过舌诊，中医传统的舌诊和易学方面的知识，也就是八卦的一些知识相结合而
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发展。这个呢，在我们后面的这个讲座里都会讲到的。还有上颚部分啊，它也可以反映我们人体。我们看这个上颚的这个形状，它的这个前部有向两侧延伸的这种形状，像不像我们的肋骨啊，我们的肋条啊？它的中间呢，像不像我们的脊椎啊？它的舌后部的这一个高凸的，像不像我们的这个骨盆，对吧？所以，而且舌前部这个像不像我们的脑袋，对吧？所以这个舌颚部，也就是上颚部，它也可以反映我们人体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个反射区，也就是和我们人是一样的，这个前部是头，这个凸出来的这一块是骨盆泌尿生殖系统，然后中间这一大范围就是腹部中间呢这个凸起来的这是脊椎，然后两侧的这一种就是我们的胸肋部胸肋部之中呢肯定是有心和肺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反射区。那么什么是正常舌？我们对传统中医舌诊来说，正常舌就是两个标准一共六个字，叫做淡红舌卧白苔，也就是舌质是淡红颜色的，舌苔是薄而白的，这就是正常舌。那么我分别找了一下，有很多的一个舌诊书籍，还有网上的这个正常舌的这个范图，也就是示范图，也就是这三张呢都是从网络上找到的就是这三张，就是人家是明确的写出了这就是正常舌。那么用奇效舌诊的这种理论、这种观点、概念去看、去分析，这三张都是病理舌象都不是正常舌。比如说这是一个孩子的舌象，他的舌的蕈状乳头凸起，颜色呢偏淡，这是一个郁结，并且呢是水湿郁结，说明这个孩子平时吃水果吃的比较多，然后呢他的或者是生病之后静脉点滴，打点滴打的次数比较多，或者呢喜食一些冷饮的物质，所以才会产生这种舌象。那么看他的舌象，他的舌中也是比较凸起的，这个孩子容易消化不良，容易腹胀等症状。我们看中间这个舌象，它的舌两侧它是有齿痕的，或者呢一个舌唇样变，舌中部位也是高凸的，它会有脊背部的酸楚不适感，以及容易胃胀，吃点东西就胃里发胀，然后过一会儿呢就又饿了，然后再吃呢再发胀，这样一种胃强脾弱的这种表现。然后它的胆囊两侧的阶梯状的隆起，它是胆囊不好，有胆囊炎，并且这里的唇样变它会有胆囊息肉的表现。我们看这个舌整体还是它的形状是比较好的是一个偏圆形的，但是它的舌尖是有一些凹陷的，我们看这里这个形状它是凹陷的并且有一些这些细缝它的舌中部位也是有一些纹路这个中间这个舌也是有纹路它是容易胃痛的，容易胃胀并且胃痛。然后这个第三个患者呢，他应该容易有声音嘶哑，我们看他的嘴唇上也是有很多的小点点这都是体内脂质代谢紊乱的表现，所以这个患者呢通过这个舌象来看也是容易患脂肪肝肥胖症等表现。那么呢这三个都是通过奇效舌诊的理论进行分析的，那么这三个呢都是网上的这个范图，我们没有办法让患者直接的给我们反馈那么我们后面的这个舌图呢都是有反馈的，都是我们实践之中的，也就是通过舌诊实践的一些对话截图给大家展示，所谓呢有图有真相，这样呢更有说服力。首先我们用奇效舌诊的这种观点来谈一下什么是正常舌。对于奇效舌诊来说，我将正常舌分别用舌形、舌苔、舌质、舌纹、舌苔、舌底等做了一下总结。
首先我们非常注重的是蛇形。蛇形首先它是一个椭圆形啊，边缘圆钝无缺，它的边缘应该是圆钝的，不能有高凸或者是凹陷的表现。蛇体的厚薄大小胖瘦适中，蛇面平坦啊，两侧边缘可略微的凸起一些啊，但是不能高凸的太多啊。蛇肩部可以微微的凸起啊，但是不能过分的尖锐。蛇正中沟必须是笔直没有偏曲的，蛇两侧是对称的啊，蛇左侧为阳，蛇右侧为阴。疾病呢，我们知道都是阴阳不协调，那么蛇正中沟如果偏了，就导致了一侧多一侧少啊，这就是阴阳失衡。如果你蛇两侧是平均的，那么最起码证明你是一个阴阳相对是平衡的人。舌根的中央呢，微微的凹陷，但是不能的过度的塌陷。舌两侧呢，也应该是圆钝的，不应该过分的高凸或者是扁平。舌苔呢，还是就像传统啊、中医舌诊标准一样啊，舌苔是薄白的，啊洁净的，润泽，但是不能水滑啊，水分太多了也不好。分布应该是自然的，不能说啊，整个舌都是舌苔。或者呢，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分布不均匀，或者出现了薄胎，或者是无胎，这个都是异常的。舌质应该是淡红色的，啊，鲜艳，但不妖艳，啊，没有斑点或者是芒刺，味觉正常，舌体没有疼痛、麻木，啊，冰凉或者是灼热感，啊，这种感觉异常也是不正常的。舌纹，舌体不应该有裂纹。舌苔也不应该有杂纹。舌苔也就是舌的一种动态啊，舌体运动要灵活，但是不能震颤，不能太灵活了啊，柔韧但不能微软啊，言语呢应该是清晰流畅，这说明你的舌体它的运动啊是灵活的。如果舌体僵硬呢，你会说不出话来，这个都是有神气的表现。舌底络脉呢，不应该有青紫、暗紫、发黑的啊一些颜色的改变，或者是瘀斑瘀点，或者呢血管的分支怒张，也不应该有赘生物。这个呢才是真正的正常舌的标准。本节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同学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同学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LSQXT520。 在历史消息中有很多有关于中医、舌诊、医学方面的知识供大家学习和参考。添加公众号的方法可以用微信扫描此二维码，或者在微信右上角加号处点击添加好友，在书写栏中输入 LSQXT520， 点击搜一搜搜索公众号，然后找到李氏奇效医学 TCM 公众号，点击关注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各位同学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课程再见。